轻轻地把日子装帧，一针一线的细上新的红纹。Hello， 我们承载了时间的共振，思念依旧旺盛。弯弯，静静地让岁月风。风起了我们任遗憾重生，再次失去重就回到第一人称，让回忆失真失真，枕边的书和我要分，但是发现深色衣服真是太不光了，有点麻烦，是把抱枕往上书堆积如山，书哈喽，渐渐的高睡醒吗？没有，我低睡醒。时间的手悄悄的翻，一夜夜睡不着的晚。哈喽，在期末考的 David， 哈喽卡卡。有东西差点掉下来，吓死我了！冲出镜头外。谢谢洛璃送的一封信。Hello， 今天是个慵懒的早晨。静静的把你我装帧。今天变黑色，你说衣服吗？一笔画的让故事完整。那本画却没有留下的体温，拥抱逐渐。认真弄了头发，错吧？轰轰的感觉。一字一句的写谁的？你说这整个感觉吗？很舒服，是不是？我觉得蛮舒服的，很想再回去多睡一下，多睡多睡一下。我收藏你的故事与独白。大家中午好 ，Hello。我今天喝红茶，我觉得已经喝了很多了。睡午觉，是时候该睡午觉了。我们太早起了。就真的蛮喜欢睡午觉。但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好像 不是那么容易入睡，听起来好像很老。谢谢晴天送的玫瑰 ，Hello 微积分大师 ，Hello 黄鱼 ，Hello Panda 谢谢送的玫瑰 ，Hello 人豪 ，Hello 浪客36811964 ，Hello 顺义 ，Hello 伟霆 ，Hello 我就烂。啊，这件那个是那个另外一个颜色，就是灰色的另外一个颜色，我穿得下，我还是穿得下的，好不好？我用抱枕遮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裙子比较短，裙子比较短，遮一下遮一下。送的四叶草是深蓝色，谢谢 Kusi 送的盛典玫瑰，爱心玫瑰花，谢谢景轩送的一封信，对，就是类似藏青色的那种，比较深色的那种深蓝色。那时候我在犹豫说，哦，黑色深蓝色，然后想想黑色好像看起来太厉了，就是感觉比较凶，那就深蓝色好了。思考了很久，还是深蓝色，对，跟蓝色脱离不了任何关系。
Hello 怡娟 ，Hello fans，Hello 雅痞神探 ，Hello 开怡。黑色我自己觉得黑色比较凶，我自己觉得我本身穿黑色不好看啊，所以就穿浅色一点。然后真的想穿的话，深蓝色也是个蛮不错的选择，跟灰色、深灰色。阿弟阿弟阿弟阿阿弟阿弟，我昨天真的狂听嘞，疯狂播放，超派。要想，那为什么黑道总是要穿黑色的衣服？你要想，他们如果穿桃红色的衣服，你会觉得他们很凶吗？不会吧。然后再穿黄色衣服，你会觉得他们很阳光吧？所以穿黑色挺，就是看起来会稍微再胖一点，对吧？对吧？对吧 ？Hello， 欧比王，这样他们讨债就。要不回来啦，打架会输啊，好不好？穿着是人要衣装，黑道要狠装，好不好？他是需要的。Hello， 约翰，台式滑衬衫，Manga， 你这样不太反差吗？啊，你小叶也被行了。蓝白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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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穿吊嘎。我以为就是不穿欸，就上半身就是裸这样，然后裤子这样。瞎跨。Hello 木木的爸爸 ，Hello 大大 ，Hello 小小。兔耳朵手上拿球过去淘汰，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小朋友可能开始会讨厌兔子，有点可怕。下下你看，今天是伪素颜，因为我早上的话，我早上其实算蛮早起床的，然后我有拍，之前要跟大家说就是要伪素颜怎么画的影片，对，所以今天的妆就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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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也是挺舒服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本来就是，现在是越来越没办法接受妆停留在我的脸上太久。早该床真的超丑的，长这样哎。很惊，超级丑，就是真的是很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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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素很素的教大家化妆。会议记好玩吗？蛮好玩的，只是没有，就是真的很像开会，线上的会议。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真的要参加线上的会议的话，你们要穿衬衫，有开会的感觉，就没人穿。只有我难受，哪有肺炎是正常，我甜才是生病。谢谢赖上的枫叶 ，Hello。那天你说 ，Yes， 才对。没有人像我这样情绪化。Hello， 阿如。我们拒绝所有复杂，不敢承认迷惘。我今天要去买，就是生写真放的那个本子。你们都有什么收集生写真？想问。我们就此告别。不是我说要白衬衫耶，大哥，我们要那种正式白衬衫，不能说 polo 衫。哦，我好期待大家穿我的生日 T 哦，我又看到食品了一次，好想看到你们脸上害羞的表情，好坏，我问梁敏的，
生喜生本有这种东西吗？有这种东西？哦，谢谢零二一四成为我的粉丝，继续成为我的会员，对啊，我就卡词，续费我的一个月的会员，谢谢。我今天早上录的时候一直卡词，真的是超级烦躁。收藏。就没有耶，你看到官方那个，因为我要给妈妈啦，给妈妈，对我来说他已经有一本了，也要买那种可以一直装的，因为生写真那个官方出的我觉得有点薄，你知道未来还有很长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每个月都出不好收集啊，你知道吗？多买几本，然后谢谢大家。我想要一直可以一直装的，有吗？有一直装的吗？就是你知道那个扣子，然后可以一直放。没有，他只要收集我。为什么这一直掉啊？这有灯跟没灯好像没什么差别。今天没差，因为。穿深色衣服。会。会。够吗？要 DIY 哦，好麻烦啊。这音乐是不是会太想睡？那我看一下官方的商品页哦，商城所有商品。其实我早上昨天去公司的时候就买一本，我都忘记官方有出啊，而且我不知道里面有几个可以装几个，我来看看。哎，没有吗？在哪里啊？哦，这个生写本。我只是想问你还能不能共22页44面，所以是44×3，你还能不能为我摘下132吗？那些说不完许不尽的话，是132吗？让我带回家，我们可以放自己喜欢的图。嗯，怎么办？这个比较吸引我。哎，在上面贴纸。哎，贴纸。本用3年是吗？我在这里目前已经算3年了，对不对？算3年了，然后12个月有3张，再乘以3，我3年就108张哎。谢情湖送的玫瑰，对，一个月算3张，不含特点。刚说官方的是几个？啊，记不起来，132。除以3。不是，这样不够放，我只能放3.66年而已耶，这样子我很快就得再换一本了。
掉进了无止境无边际深渊里，我在追寻留下线索的痕迹。那你们几个没有，是因为你们推的成员太多，开始该炮轰别人。我跟你讲，品有透明的，哎，透明的好像蛮吸引的。我们知道，再看看，就想要收走。我醒了，在恐惧中无力的噩梦里，平看着视线的现实扭曲。唯一很贵吗？然后我妈说你要收集，但是收集完这个，那我买一本的话，很快就能收集完了。你要好好说话，哎，这样子我就快要毕业，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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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但为什么有时候无印很贵，有些时候无印便宜？嗯，不是每一间无印都买到，哎，为什么？为什么大家有些人200，有些人等一下到底知道这是贵还是便宜啊？你是说最好会反正什么？可以换室内页的就行了呀，20页70块，样式不一样。哦哦哦，寄10本给我，不要不要闹了。抓进来，要看东西哦，是哦。吧，拿下，反正这不急，再说的。大家的无印都不一样，真的，大家的无印是不是同一间呢？是日本来的还是别国的？啊，我想要无印，我之前去那个哪里啊？去东京，然后那边有一个新开的无印银座，那边有个超大家的无印。真的是很帅，然后之后又有看到，就是有日本的 YouTuber， 就是 Yuma， 他们又有去拍说他那边有旅馆，我觉得好酷哦。我其实蛮喜欢无印风的房间，就是干干净净，然后说木质这样。但无印的东西真的是有点对我来说还是算有点价格。对，跟我这椅子完全不搭，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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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房间完全不搭。而且我发现我房间就是我东西其实就是有点超窄，而且超窄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啊怎么办？我要怎么收藏？我要怎么收纳？然后因为我们有放饰品啊，然后香水啊，叭叭叭一些东西，就发现嗯好像有点不够放了，尴尬，尴尬。好想好，我好好奇你下次搬家会变几箱哈？哦，好好奇，好好奇是什么？好奇，我说好好期待你下次，还是好好好好奇这样？应该不会很多啦，应该吧？不知道。但而且因为我们这边是租一年嘛，就先签一年，然后就传讯息，因为我觉得一年快到了，但是我是10月多11月签嘛，然后我就问姐姐说：“姐姐，请问您有想要独居的？”的计划吗？他说以我这薪水没办法独居，哇，太棒了，太棒了，因为我也没办法，也还是可以一起住耶、yeah! 很害怕，很害怕。百宝箱里面如果有的话，我就收了。给我百宝箱。然后我想说要买那种木架，就是柜子，就是长，就是高高的，然后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哦，可爱，谢谢干妈送的海豚的守护，可爱。我说是那个特效，不是我啦，哈，怕大家觉得我真的。可以在我音买上啊？真的假的？因为应该是海外运费，所以稍贵。放纸笔哦，我懂，硬壳就是那种透明的，然后的那种吗？我记得我有看过这种东西，
我没有很可爱，而且我现在我的声音越来越低了，就是越来越放松讲话就越来越低，就是平常模式没有在装，没有在装，就是没有上班，没有上班，对，就比较磁性。欢迎来到 Chillax Radio FM 96.9，你的天空的维他命 C， 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刘雨晴。这种感觉真的是很舒服。营业用高频语，但我平常讲话是不会这么高频，会累啊。但是我觉得我开心的时候就是会用比较高频率讲话，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哎呀，还是没有想到，谢谢耳机长的红包，谢谢耳机长送的带我去流浪，谢谢，耶耶耶，跟大家分享我想要的。谢谢清浅送的枫叶，谢谢耳机长送的文手礼，谢谢福猫送的玫瑰，谢谢洛里送的玫瑰，卡住了，哈哈哈，就是有时候你上班，就是会。因为本来人放松讲话就会跟平常讲话不太一样，但我平常讲话比较放松的话，我就会比较有磁性一点，就是有点滋滋滋那么磁，就是咋咋那样，这收讯变差，就他会这种感觉。我才刚整理过，谢谢传送的爱心小蛋糕。我觉得声音好听好重要哦，会很适合睡觉。嗯，这样讲对吗？我想买类似这种的柜子，太亮了。走，然后上面就可以放什么香水啊，然后化妆品用一篮一篮啊，然后这边再分隔啊，放一些小抽屉，像收纳感觉就是可以变得比较空间比较大。我觉得啦，谢谢沙罗松的圣洁吊坠，没有就是把另外一个放别的东西这样。我在思考还在规划，因为原本那个就是有点不够放。东西太多了啦，再带大家分享我的耳环们，一直说要跟大家分享，我一直都没分享。那这个柜子好像原本是就是还蛮多人是用在厨房的调味料啊什么的，那把现在书桌也可以。我真的很欠收纳，那是欠收拾，我是欠收纳。因为房间比较少，然后小东西很多，就很难收。但如果大家有什么可以收纳的方式，也可以跟我分享。怎么还活着？不是哈，我东西我不买。你们等一下就说，这个雨晴这个带饰品已经带了五六次了，他真的很喜欢呢。是不是在拐着弯说我没有新东西？因为我现在房间是真的很比较小，那我之前宿舍房间是真的比较大。你要想，我是整个需要的东西，比如衣服啊、化妆品啊、那些民生用品什么都在房间里，你就知道那个画面有多挤。就有多挤了。换房子，他们讲的好像我很有钱一样。怦然心动整理法是什么？再把它分享一下，怦然心动整理法是什么？那有个什么什么总裁，然后说：“你这边房子不好，我帮你买一栋，这都写在你名下。
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行业不能过什么太过极简的生活，就是我不能一直都穿差不多差不多的衣服。有时候你上节目，或者是你叫什么，你去其他地方，然后你要拍照，我觉得穿衣服多一定，但贵不贵那是其次，就是你可以穿便宜，你499、399衣服，你可以穿出它拥有可能1000块、2000块的价值，那就是这件物品附加在你身上，因为你而增值的。所以我觉得身为偶像，身为艺人，就是要把衣服穿得好看。对，那东西多，那一定是会吃多的。但它说不定不贵，因为 T 恤其实很便宜，而且我蛮喜欢买 Uniqlo 的衣服，就是你知道那个 T 恤可爱又便宜。对，就是要穿出质感，然后懂得搭配。那搭配一些小物，其实我的耳环有些都不贵，因为真正贵的都不是我买的，那都是妈妈送的。妈妈出国啊，什么爸爸买的，那都不是我自己买的，我买不起。包包什么的都是爸爸妈妈买的。妈宝爸宝，那些都不是我自己买的，所以我其实自己买的东西都蛮便宜的。对，然后只要我觉得这件衣服已经太不适合我这个年纪穿了，我就会给别人，有时候会给肉肉，有时候会给妮妮，对，到处分享。之前有给米娜，但我发现我就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再想要买比较可爱一点的衣服，所以 Mina 那边我就没有太多涉虑，都没有再给他。什么蓝色睡衣？不是放弃可爱，只是自己稍微没有这么，我觉得到一个年纪你会喜欢再朴素一点的衣服，再质感一点的，没有那么奇花 的衣服，什么衬衫类型啊，我就开始越来越多。唯一的衣服还好，对，但我觉得质感还蛮不错的。红玫瑰还是啥？那绝对不是我给的，我没有这种奇怪的衣服。豹纹吗？我豹纹也只有那件外套，因为大家应该也发现我的衣服风格很多，有时候就是韩系，然后很日系，或者是很视觉系，不是视觉系，应该说就是比较不同的风格，就像那件豹纹的外套这样，因为我觉得不能被一个框架框住，我自己觉得我也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穿在我身上都是合适的，你这样未来有时候工作机会也多。那你在平常练习的时候，之后就是你平常有练习的经验，那之后拿到，假如你真的这么幸运得到公关品，你要怎么搭配，然后别人会觉得天哪，你穿这件不会那么违和，就是靠你平常的经营。我没有樱桃也没有玫瑰的衣服，如果有文化尊重包容，不是这样吧？是这样吗？所以你不喜欢豹纹的话，你这样种族歧视。对，这是我希望可以做的，就是我希望让别人感觉比较多变。有时候我很怕就是会看腻这件事情。熊熊的衣服那一件，蓝色熊熊衣服吗？那件我好像穿没几次，然后我就放弃。哦，那件真的蛮便宜，那件真的超级便宜，好像才290块，夜市买的。很大胆，夜市买的。哦，美玲真的，我觉得美玲蛮适合豹纹，可能是大阪，就是可能跟马友当朋友，马友很适合那个，也很适合豹纹，他两个放在一起真的超合适的。日本人都蛮适合豹纹。衣服就要看金主爸爸，对啊，爸爸，爸爸我在这，
Hello 星期二孩子住寒舍，你说爱美寒舍吗？寒舍爱美是叫什么名字？那个饭店的名字？刻板印象，对我刻板印象，就像人家说什么大阪的欧巴桑都会带糖果一样。寒舍爱美，爸爸资助我。笑死！欢迎奥比王回来 ，Hello 仁哥 ，Hello 安仔。啊，事实不是看，原来是事实。我不知道，我没有遇过会给我糖果的欧巴桑，所以我有去过大阪，但我没有遇过会给我糖果的欧巴桑。拉下去。哦，罗比乳茶那个真的很可爱，对我来说很牵强，你知道吗？太可爱了。可是罗比乳茶它其实也有比较没有那么可爱的衣服，我觉得也蛮适合我。太可爱真的不行啦，真的害羞。Hello 小何，谢谢沙鲁送的一封信。换角度，对啊。你说条纹那件吗？哦，条纹那件真的蛮好看的，我也觉得。那我其实还是，就是我始终没变，就是很喜欢碎花这个系列的东西。鹿皮要穿哪一种 size？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Hello， 超哥。Asha， 对啊，那个就是露比的。Hello， 超哥 ，Hello， 安安 ，Hello， Ken， 你穿露比身鞋会买爆，为什么？这个露比的衣服还蛮多元化的。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幻想、梦想、理想，我不知道叫什么，也忘了。现在就已经离开了，就是那个阶段。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看可能 cosplay， 然后或者什么之类，我觉得啊，那衣服好可爱。那时候身为教具选手，就觉得啊，应该是可以办得到吧。就想说有一天要自己做，但发现之后就没时间了，之后就没有时间。大学好忙，幼保怎么那么忙？然后就实习好累，光做那个什么。儿童剧的戏服都做到来不及，就边做边哭着，缝不完，然后嘟嘟嘟嘟嘟缝不完。然后想说啊，我一定要做那种很可爱、很可爱，然后就穿在身上，就然后拍一个就是类似 cosplay 的感觉。但你知道，一切都是回不去了。年轻的幻想。那都是年轻的想法。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他努力跟随自己的脚步。我其实蛮喜欢露肩衣服，因为我认为我的优势其实有时候在锁骨这边，就是把这边露出来，其实会比较，我觉得还蛮清爽，给人家的感觉。谢谢下雨后的晴天送的玫瑰。我觉得这个 WiFi 说要给我120，没有，我真的没感觉。为什么要骗我？一直很卡。还是换到房间会比较顺，会吗？会比较顺吗？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去房间。我们换个位置看看，好，会不会比较好？为什么会这样啊？生气！我那种吃脚，那是电信费才吃脚。你知道家里的第四排的那个网路费都是马上扣款的，我就收到账单这样，然后我就first blood， 找床就被砍了一刀，那种感觉，加水。等下我要怎么移比较好？
看我房间乱不乱？嗯，整齐。自己说自己房间整齐，但我桌子是有点多东西，因为我在整理要带回去。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买了哪些无用的东西。把冷气关掉，去房间就不开冷气。按错了，按错。来来回回，这样就无用的东西。那时候我认为它很大，但就是它很小，然后真的是超级没有用。但它真的是超级可爱，就是它虽然无用，但你不会后悔，你不会后悔拥有它。啊！可是它好可爱哦。房间好乱啊，怎么办啊？这么乱，我不想跟大家介绍这么乱。我房间巨热，超巨热。Hello， 月笑。哦，我的房间如果真的不开冷气的话，我其实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吧，就可以到三十几度。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对是西晒嘛，西晒就会很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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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热 ，very 热。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收？电视关掉。等一下，我要收我的脚架。这不是我平常用的脚架，这是旧的。等一下，有点晕哦。你们会有点晕哦，因为我在收脚架哦。收不起来，为什么？什么？哦，差点嘟到手手，吓死我了！买新的脚架比较好。加啦，就挺乱的，就东西很多，所以很乱。开飞机的 VR 晕吗？哎咻，缩短一点嘛。好，就这样。请你马上掌声鼓励。系统柜是什么？
都是原本就想好了那种。画展其实是放在客厅的，所以它有点脏。是，这不是向日葵啦，不要这样。它不是向日葵，它不是向日葵哦。谢谢勇哥送的告白气球。房间东西很多，但不知道你们可以看，有点小乱。总归就是规划去设计哦，那就是对，那就是对。那边一些小东西，然后就是我真的粘不住哎，它一直掉下来，我一定要换那个贴的。你看它一直在啊啊掉了，乖点。然后那些有的没有的小东西，项链，但我们在放这边。啊，这灯没关，浪费电。我超多只那独角兽，我狂买，我觉得很可爱，很多包包上都有。然后一些小小的药品啊之类的。然后口红还没装满哦，对对对，所以我没有很爱买。然后香水里面还有，然后那是蜡烛，没有，是因为桌上东西太多，因为我走了之后它就会变少了，走之后就会变少了，因为我会把它带走。其实也算啦，用不到但很可爱。但我其实真的要讲，用不到很可爱的东西是别的，是别的，跟你们分享。它在我衣柜。我觉得我已经有分享过这个。我一定要分享这个，这才真正用不到的东西。夹东西的，你可以放照片啊，什么都可以。没有，我那时候想说可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还是晒什么袜子啊之类的。结果没办法，就是买了很可爱但用不到的东西，我就一直挂在我衣柜里面。我桌子是因为我等一下要带走，所以你感觉很乱，因为我要全部装到袋子里面，它就清空，就没东西了。所以你们会觉得很乱是正常的。等下床头没办法，我找不到地方掉啊。这样没有这种地方可以让我掉，很可爱吗？真的是没有用，又很可爱。哎、欸，看了心情会很好哎、欸，低配版的金吊灯，对，它就低配，对啊，它就低配，怎样？调个风量。我天花板没有地方可以挂，因为它是灯是镶在里面，它不是另外吊灯，不能乱锁，这不是我的房子，大哥。来收东西了，不行这样，不可以这样。
会，今天不会看到光剑，没有需要拿出来。昨天已经看过了，坎灯堆上去，什么叫什么意思叫坎灯堆上去？那你，反正就是长这个样子，东西很多。我因为我小东西很多，所以我需要很多的柜子把它分装。你看这个，这是我的水晶，然后它，你看它会有一些彩虹的色泽，喜欢，它里面有彩虹。你喜欢这种小东西，哈哈，没有啦。就是坎灯，可是坎灯怎么推上去？感觉会坏掉了，不行，我没办法，我买不起这里，所以不能这样做。我买得起，我就这样做。在默默的收东西，我过敏药真是不能离开身上。我昨天回来，然后就卸完妆就发现我过敏，真的很怕救护车的声音先生。买不起呀、啊！哎，能买的话。那我就不会有这么多那个了，好不好？这么多顾虑了。不行，我是那种3C 八嘎，水电也是八嘎，我没办法任意更改他们的东西。科技好玩好玩。我有 po 文说灰叶机的感想，可以去看看。我香水超多瓶，我跟你们分享我几瓶香水。哦，我那时候买香膏，然后发现它只是里面的芯，然后没有那个盒，哎、欸，很尬，我就没有东西可以装，你知道吗？没有东西可以装，然后东西反应太小，我超多瓶香水，少女就是要拥有很多香水。这个，然后我没有买那个，你知道吗？好香、哦，好香，这个算吗？应该算。然后我这边有香膏，没了，剩下的不是，像是精油不算。我没办法每天都喷一样的味道，很多天气很热，你就是得换。对啊，可以用很久。但我其实平常很少再买香水，都是有时候偶然闻到就，这是什么味道？我喜欢呢，这样。
最近新最新的应该是这一批，它是桂花乌龙，蛮夏天可以喷，就是茶香。另外一瓶啊，另外一瓶不在这，另外一瓶不在这，另外一瓶在之前的地方，所以我总共有算香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十瓶香水。然后有时候会混着用，就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OK， 有推荐的香水吗？你说牌子还是味道？我觉得香水真的是要看一个人的个性。假如你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柔和，然后结果你喷了一个非常非常浓，然后一闻就觉得哎有点妖艳的那种，那就不行。那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花香跟柑橘香，你说刚刚那一首吗？还是这首？现在这首还是上一首？这首吗？这首歌叫《常常想起你》。我说的是歌名。太浓也不好，对，太浓也不好，是在调酒，感觉是饮料。我不加我，还有水锤。但香水真的是要看。看天气喷，有时候你天气太热，然后你喷一个超浓的，你自己闻了也不太喜欢，之外旁边的人闻了也会比较，不是这么舒服。这瓶它的是木质调，然后它也比较，就是有那种柑橘类、柠檬草味道，所以夏天我都会喷这一瓶，就是比较舒服，对，比较舒服。生气生气，当然你看香香生气了，我怎么要生我的气？好凶，下去啦！对，木质调蛮棒的。但有些木质调会带一点烟熏的味道，烟熏的味道我就真的不行，你知道吗？我会很害怕烟熏。干嘛？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耶！大家不要生气。然后，蓝风铃是我的第二罐。在这一罐蓝风是我的第二罐，我已经喷完一罐，但我的罐子还留着，因为我觉得罐子很漂亮。空罐只剩一点点，这个喷挤不出来，超级挤不出来，空的。这太喜欢这味道了，夏天也超适合喷，它给人家柔柔的感觉，就是木头烟熏的味道，是熏过，你不要以为是培根，那不是，那是别的。买到不喜欢味道，是多不喜欢，你就可以喷那个啊，喷厕所。古龙水跟香水跟香精跟淡香水跟淡香精，它们只是浓度的差别，但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用，是这样子的。Hello 小佑 ，Hello 瑶瑶冰可乐。要一要酷冰沙，好想喝冰沙。我觉得这瓶真的是很帅的人，
你们知道有个种族叫长颈族吗？就是也是少数民族，然后他们的脖子真的会变这么长，然后用这样一圈一圈去绕，真的。嗯、把我的包边啊，那这瓶跟这瓶的味道有点像。嗯，有点像。这瓶再少女一点，这个再成熟一点。我觉得味道真的是可以，就是懂这个人想要带给人家的印象。我现在就是学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哦，就是那个握手会都会喷的这瓶。哎，这瓶比较可爱一点，可爱一点，可爱一点，所以握手会都会喷这个。我觉得香水的味道真的是很可以让人改变印象，这第一印象。这是黑莓跟月桂叶哦，黑莓跟月桂叶加上那个粉红麂皮吗？粉红麂皮。这一款味道忘记跟什么了，两个温暖一点，这么两个加在一起蛮好闻的。因为这一排的香水就是，就把那种香水就是说可以，它可以混香，我觉得蛮酷的。我喜欢玩味道的，就会蛮喜欢这种可以混的。我只是跟大家介绍我的香水，很像店员对不对？啊，打工了，打工了，当一个打工仔。有时候会把喜欢的香水摆出来，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心情会很好。这瓶太少了，哪瓶最推？你说我最喜欢吗？如果大家用量不多的话，或是很常用，就是说很常用的话，用滚珠瓶比较爽。要不是隔板，我以为我喷很多哎。闻得到，可恶！早知道喷在隔板上，逼你们闻。满千送百，我百货公司的七七百货为你服务。你说，男生的香水吗？男生香水没有太多涉略，我看一下。我记得有一个是白麝香，我很蛮喜欢白麝香的味道。白麝香它属于男女都可以用，我觉得白麝香很棒，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闻闻看类似的味道，麝香的味道。可是你知道吗，自从看了后宫甄嬛传之后，我就觉得对于麝香我就觉得，哦天哪，那个东西很危险，很危险那个东西。你们有看后宫吗？那个甄嬛传，麝香是个危险的中药材，巨害怕。喷在口罩上，过来，不行，那太浓了。他们就是说那个麝香是会让 女生就是不孕或者是会流产，这样可怕。自由染料，很多那个。什么车子的牌子啊，或者是运动品牌都会出那个香水，可是我觉得香水真的是你不要，你可以上网查一些资料，然后知道自己属于比较喜欢木质调、花香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类型，柑橘、果香之类的，然后去寻找属于你喜欢的味道，然后可能因为我就很喜欢，可能。像是柑橘、白麝香以及叫什么味道？有个味道我很喜欢，想不起来，太久没买，想不起来。只要看到这种味道，我就会想要去闻。对，这样你会比较好知道找到自己的方向。生日快乐，好，生日快乐，三周变欧美的多，明天要好好过生日哦，我觉得生日很重要，对，代表你又努力了一年，
不知不觉我们又努力了一年，这样。好抱着你，比较舒服。无花果，好酷啊！这是什么？帕尔玛的无花果。生快生快，无花果没有，没闻过这味道，无花果，你就可以试试。你说是看看那个吗？看香水瓶子吗？这收集瓶子吧，瓶子控。我是看看味道，因为香水其实你。因为有些漂亮的瓶子不见得那味道是你喜欢的，但比如假如它是那种动漫周边，可能是小妹朵咪咪或者是美少女战士或者是库洛魔法使那种超漂亮超漂亮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脑充满。但就是它就是用途是收藏。瓶子好看有什么好吃吗？生日快到，对啊，快到。不要那么早庆生，可恶！你要到当天再跟我讲，当天会开直播，会开大概3个小时，会开3个小时。257，加在一起47。对。艾比神探说的没错，就是你试香，你要先闻，因为香水有分前调、中调到后调、后段的味道。那你还有自己身上的味道，所以有些香水喷在你身上的时候，哎，单闻的时候，哎，前调很好闻，中调很好闻，但是喷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不见得那个味道会是你喜欢的，因为它会经由你的温度还有身上的味道去做个融合。所以你喷完香水之后，你可以去绕一绕，之后再回来。悠悠收藏卡，我悠悠卡如果真的要买的话，就是买不完。然后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特别收藏某一个卡通的东西，然后我也不会太脑充买。对，收到什么吗？收到大家的祝福。因为通常香水店他们放的那个试闻的，通常有时候都会变成有点中后段，那前段会闻，就是闻说啊，它前面的清香。但你要跟那个服务员说，我想要先试喷在手腕这个，就是这个位置脉搏的部分，然后晃一晃再回来闻。你就觉得哎，怎么味道跟我那时候买的不一样？这样，我悠悠卡就是依然还是那叫什么？手把的那个，Hello 鳄鱼。可是我觉得每个人留香的时间也不同。但我说我那天如果真的要，味道要很久的话，我一定会。混香，然后擦香膏，就是香膏加香水，然后再压一层蜜粉。是因为我喷香水应该喷在这个位置，那我就会喷，然后擦香膏，然后再压一层蜜粉，它就很持久。但赞，我太多香水了。我真的喜欢任何香香的东西，蜡烛也是。生日礼物啊，收蜡烛好了。蜜粉不会香啊，蜜粉就是固定用，就固定，它在哪？对自己来说会不会太重？不会，这边基本上闻不太到啊，我自己觉得。但我本身就是那种香水有点微重度的人，所以，但我现在有点变轻度，因为自从就是开始居家防疫之后，我就很少出门，我就不会喷香水，所以就开始今天对香水味道比较敏感，就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我之前是有点喷太多这样，
然后就衣服就那种这样。然后之前跟我的经纪人借外套，那时候可能有通告，然后借外套，因为我穿嘛，因为我身上会有香水味，我穿了之后还给他，他这样子，他说：“那是一个香水味。”我就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喷他，但是我穿在身上就有味道。但你看我喷了那么好，我卖香水还是没有用完，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有多可以用多久。我至少都在喷的，一二三四，至少会喷五下嘛，对，五下。可现在不会，现在只大概喷，只一二衣服三下，已经减少到三下了。外套戒指上面都有对方味道，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对，五下很太多了，三够了，够了，差不多，差不多。我现在已经减少到三下了，应该夸奖我，我已经努力了，夸奖我，我已经很努力啦。没有啊，就看你喜不喜欢对方啦。如果对方是你喜欢的女生，哇塞，你不用洗，不用洗，挂在那边供起来，漂亮。谢谢骚送掌声鼓励。明星花露水，现在好像是不是买不到明星花露水？很少看到，除非那种传统的那种，艺文区可能才会看到，复古复古的。哦，洗衣精的味道也蛮适合，这是蛮重要的。但是现在太多太多的产品都在说，哦，我这个有什么香水味。可能我这个洗发精有香水味，我的沐浴乳香水味，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乳液有香水味，我的洗衣精有香水味。我觉得那个东西勾在一起很可怕，因为你各种味道放在一起，我觉得很不 OK。对，会想成人吗？会啊，我们会聊天。对，好像因为我不是有一阵子没有回来了嘛，然后之前因为我跟我姐住嘛，我之前都是我在买洗衣球，然后柔软巾跟香氛的那个东西，这样颗粒这样子，然后都是我觉得 OK 的味道。但这次呢，我一回到家一开门就什么味道，这样就什么味道。我说你有喷换香氛吗还是什么，他说应该是洗衣球的味道，然后一闻，哦，不一样，那个洗衣球的味道不是我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因为我洗衣球通常都是只买抗菌，然后不会有味道。我真正有味道的是在于那个香氛的柔软巾的那个颗，就是一颗颗球球的那个。对。好，后来重新，啊，原来啊，谢谢呱呱续费我的粉丝团，谢谢。哦，鼻子真的蛮灵的。我还渴望。我想像是什么味道，怎么会有其他女人的味道，这是什么，就是闻到就是自己不熟悉的味道，会觉得这是我家吗？通常你开门回家，啊，谢谢张法拉送带我去流浪。没有，你通常回家你闻到味道通常都是已经习惯了，所以不会有特别的感受。但你太久没回来，一开门就是什么这种感觉，你这是第六感灵吧。谁还需要那些真的认可？嘿，我发现我的发箍很可爱，我要戴发箍。我的是喜欢人不同吗？我不知道，我没有闻过别人。但如果成员换香水的话，会闻出来，说，哎，平汉，这不是你平常喷的香水，你今天喷的是什么？家庭你换香水对不对？这个味道很好闻哦，这样。
这什么柑橘，哎，这什么花香啊，这样会这样子。女生真的很会，就是比较对于味道蛮敏感的，我自己觉得也蛮敏感的。过去吧。汗味香水，如果你怕身上有汗味的味道的话，你就拿那个湿纸巾擦一擦就好。我自己觉得湿纸巾蛮重要的。就是擦身体是这种发箍吗？卸妆的时候会用到。如果化妆牙齿，卸妆的话就会用到。换止汗剂，试试换香水。Hello， 红军。今天妆是不是看起来真的很淡？你怎么觉得很曝光？这样是不是感觉没那么曝光了？那就要这样子，是若有似无的啦。我底妆也薄薄一层。啊，中部下雨哦，那等一下会不会下雨啊？希望不要。小魔女，啊，不是，这样是马里奥。Hello， 榴莲，冰箱还有榴莲还没吃。开心，还看气象图，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呢？但又闷又下雨，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已经天天下雨两三个礼拜，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对不起，我错了嘛，笑笑，对不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离家这么久还能吃吗？可以啊，我冰在冷冻库。跟你讲，冰在冷冻库真的很好吃，榴莲真是要冰在冷冻库。啊，卧蚕嘛，卧蚕我拍的那个素颜的那个有教大家怎么画，真的超快的。那卧蚕也可以练，然后记得每天都要这样。每天都看到，真假的？冰起来味道就是没有这么重。你怎么这样啊？你就是要我啊！臭这个人，可恶！这副身上的 love 不会下哦，太棒了！这样我就不用带伞了。当冰沙吃嘛，也不是当冰沙啦，就是奶，你喜欢奶油感那种。我喜欢啊，我都喜欢哦，这个就是榴莲口。为什么？快点勇敢去尝试！我跟你讲，冰在冷冻库的榴莲真的没有什么味道，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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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莲太贵，小小的三块，这样，然后小小的三块，就要卖大概就是两三百块。怎么可以？我吃榴莲一整天也不会饱啊，对不对？而且这种比较奶油质感的水果热量都超高。对，我是没有，我真的讲真的，是任何的食物你冰在冷冻，它的味道就会消减很多。好，大家可以就是跟我分享吃榴莲的感受。榴莲推广大使就是我。哎，我真的没有吃过榴莲披萨。那时候我很不喜欢去踩雷，踩这种东西的雷，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之前带榴莲去
学校。哎、欸，你人家就说在家里吃啊，你在学校吃很过分，一定有人不喜欢，坏坏、欸。等一下，你叫榴莲，然后你人生中没有吃过榴莲，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榴莲就是爸爸买得起的东西，对，爸爸买我就吃。无限甜肠不行啦，榴莲专卖店然后倒了啊？为什么？想到去年跟说的生日蛋糕是榴莲千层蛋糕，就觉得很喜呀哇塞，喜呀哇塞。不是水果不会加热，就是它常温的时候味道本来就是比较重。榴莲糖老师叫他戴口罩，笑死。笑死。我很喜欢烤过的面包马上抹果酱，这样很好吃，就是果酱会有点接受到面包的，就是也不会到太烫。来换歌吧，我不知道听什么。勾了一层很厚的奶油，所以没什么味道。果酱喜欢涂在切边白吐司，不烤。你们吐司会喜欢切边吗？我很喜欢吃吐司边诶，还是只有我这样？我觉得吐司边蛮好吃的。洗饭，洗饭不洗饭，洗饭。借一段尘缘，祝福五百年。我听一些精神一点的歌。我蛮喜欢吐司边的，不管烤跟不烤啦，我都蛮喜欢的。而且我发现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吃，就是那种全麦类型的那种吐司或面包，我觉得它比那种白面包还好吃，白吐司好吃，因为它有一个那种麦香，不是奶茶，不是红茶，是那个麦香，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那个嚼久了，还有那个酵母味，很香哎、欸，很香，我真的好喜欢哦。一个杂粮面包可以夹个病鬼。加个冰鬼，很喜欢。吹对位吗 ？My dear friend， 青春的，不能再唱了。烘焙王，我没有太阳之手。学会。没有业配啦，给我钱。Hello， 幻影战士。我有玩啊，只是没有在公开的地方玩。那我发现我最近住的那个地方，它的面包店有肉桂面包。真的是可以临时解渴，就是不解渴，就是
是一节我很想吃肉桂卷的那种感觉，很好吃呢。好吃吗？好吃，超好吃的，烦哎！我真的超级喜欢，超级喜欢肉桂。我之前没有很喜欢，甚至有点讨厌，但就是开启了那个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它的肉桂面包是比较，它的肉桂的地方有点脆脆的。哦，谢谢星期二孩子祝韩社送的盛典红毯，谢谢。下车。走红毯，我已经画了。会不会留言比较喜欢哪一个？以价格来讲的话，亲民一点的话就是肉桂。有点太贵了，它这点肉我很不喜欢。肉桂加在咖啡里面也蛮香。亲民，对啊，很亲民啊，那价格叫亲民啊，榴莲不是亲民，就算是在盛产的国家也很难不亲民。我昨天有没有想画，但是我到家已经有晚，有点晚，所以也太吵了吧，那个机车。然后我回家家也有背那个背日文，所以有点没办法画。今天回去应该可以画，画肉肉交给我的订单。皮卡丘、地瓜球，蛮可爱的，我真的蛮喜欢画画。体能消磨时间。对啊，我现在很努力的把先把五十音念会，因为我之前都是背背就好累，我不想背太多了这样。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很容易缺乏成就感，很容易放，就是会很容易放弃事情，所以我告诉自己很简单，一天只要背就是15个，等于 I will 闪进自己的时候，台地自己的时候，就这样子而已，就三个这样，三行这样背，然后就成就感，我背会了，好厉害，这样，然后再看自己喜欢的歌，然后有一些就是汉字或者是一些什么点点啊。圈圈那种不会的先跳过，就是看这种这行歌词，就是音怎么念，然后再听他怎么唱，就啊，我念对了，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厉害哦，这样，就这样。我那个，我已经把看下了学习记录。听到客厅有声音啊！我已经把平假名背完了，我在背片假。我平假名已经读完了，我要背片假。片假名昨天刚背完，叫啥西苏谁说的？推荐的歌吗？我有放在我的 KK Box， 对，你可以去看。我有不懂的就会问藤井老师，但我现在是先把这些先背完了，是基本的要会。你连 A B 个什么 A B C D 都不会，你要怎么教人家教英文？你要把基本的弄好，所以你要先把平假名跟片假名先学好，所以不懂的再问。但是我只是唯一就是问麻的地方是，这个日文怎么写？怎么长这个样子？很难写，真的很难写，真的很难写。什么？哈伊呼很难写，那个是什么字？怎么长那个样子？很难写。你知道那个呼很难写吗？然后你知道我怎么背这个字吗？因为它长得很像鼻子，所以你要呼吸，所以它就是呼。它长得太奇怪了，我就说真的联想不到，很难吧？卡基库可以抠，很难吧？就是呼。
测，真假的？我看，我想字我还不会，所以刚地震，所以才会有声音，是不是？地震很大吗？因为我刚刚真的听到外面有声音。呼啊！怎么呼的时候不能念，不能嘟嘴，那怎么念？不会。反正就是慢慢练习，就是先把这个背起来，对，背起来就是。我也没感觉，没关系啊。至少是地震，不是我的家客厅有人。这很可爱，而且我只要错五次，他就逼我看个广告，超烦，超烦，他就逼我看广告。然后我有笔记本，就是有写，我昨天练习。很多次，我每天就是先把昨天学的东西先全部写下来，然后有错的圈起来，然后再罚写，我再写一次，写到你对为止，再学下一个新的，这是我的方法。对，那是我昨天临时的，我那边还有那个纸，然后全部都是满满的矮尾哦，可以可以可以，是谁说？超多。然后我那个姑我一直写错，你知道吗？一直罚写，我一直罚写。我错了就圈起来，错了就圈起来。然后在一天学完新的东西之后，会再写一次昨天的东西，再写一次今天学的新的东西，就这样。然后一天就背那15个，就是 I E U A O 这样，然后。台语的就台语的时候，这样一个三行为一个单位，以前就学一个这样，就这样。我不要求这么多，我就慢慢来。我很怕我的学习兴致没有，所以我每天的规划就是喂猫、吃饭、看新闻、画画，然后学日文，然后再画画、再吃饭、逗猫、喂猫。看动漫，然后运动、睡觉，这是我现在几乎不变的行程。除非有工作，有工作的话，花时间就变少了。那日文的话是一定会，每天一定要学。因为我真的很怕我自己没有那个，就会放弃。因为我真的是语言的小白痴，应该说，我用听的学会学很快，但是没有人在旁边一直谁谁量嘛。然后我又很不想要自己去上网查，所以我就一直在荒废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是刚好有空，现在这么闲，所以就是靠这个来累积我日常生活的成就感。因为之前都是从学舞得到成就感，但是现在没办法，就用这个方法成就感，然后加上画画得到成就感。然后我最近也在看很多没有很多，就是看日剧，我看那个盛装打扮。忘记了，为爱打扮，想不起来那部，然后还有月薪娇妻的 ST 这样，就看了蛮多日剧，然后有时候他讲一些我喜欢的，我就哦这句我喜欢，然后把它打下来这样。为爱装扮有理吗？应该是这样吧。打扮恋爱是有理，反正名字好多不同。然后你看哦，这是我之前的日文，就是我会用中文把它写起来，就是やってみて，就是那很凶那种，看动漫都学到的。然后我用中文写下来，那现在渐渐的会变成日文的拼音，
对于金钱很小气，你跟他说谁去卡拉语，很可爱啊，谁去卡拉语，是这样念吗？应该吧，没关系，慢慢学，是快乐的。泰文吗？先学马来文吧。期待马来西亚姐妹团。Hello 稻草，新演员的结婚片，那个是石敬秀。Hello 默默，今天特别可爱嘛？因为这个。Hello 初风，最不能上的海豚的守护。大家会无聊吗？不会啊，我蛮多事情可以做，我找了很多事情给自己做。最近终于抽到告白气球，就刚刚有说，我就画画、看剧、学日文，然后玩猫，然后有时候帮自己拍个照片，因为快没照片给你。今天不想跟大家分享我的首饰盒，但现在剩没多久时间，太晚明天就可以再聊这些。我日文先学好，再学一次英文吗？不会，我一次先搞定一个语言。当你知之能力不足，你就不该把时间拍得这么慢，只是把东西该学的东西学那么多，你这样反而会。这样成就感降低，这个学习的斗志就会变少。Hello 妮妮，我真的是没办法。我以后出活动啊，我都不带饰品，因为我每次出活动或者是去工作带自己的饰品总是都会不见，超烦的。我有超多耳环都是缺一只就喷掉。对啊，单独处理一种语言整体感觉比较好。我觉得真的不要一次学两个。有地震吗？外面有什么声音？吓死我了！然后我现在最想去的就是日本，日本就是够我逛。我不会逼自己一次学很多东西，因为那太累。我是个很懒的人。双语教师哦，多益好像是各大企业都必须得考，然后球就是可以放在哦，这是红衣上的告白气球，就可以戴项链，也可以戴手链，很久以前，你看那个盒子都黄黄的，超久以前，是姐姐送的。期待明年。对啊，这戒指当然不是，那这是我18岁的生日礼物，然后我姑姑送我的，姑送我的。为什么真的一直听到我声音？闹翻，小小
手链，但这个做指就做指甲的时候戴不上去，因为这边要戳开，你知道吗？就不能戴，因为做指甲会比较厚。然后这个是我朋友开始成为炼金术师，他说对吗？炼金术师，因为有一阵子不是还蛮多这种，不是有一阵子，就是我还蛮喜欢，就蛮常戴这种类型，就是矿石做的项链，然后他是他自己扭的，炼金术师。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这个，你看有这种圆圆的。他这东西还蛮有兴趣，然后他这个好像是你们等我一下，怎么有声音呢？为什么有声音？我要带这出去。哦，吓死我了！不是，没有人啦，是那个叫什么社区打扫的，好像是什么声音，然后一直会有一声的声音，我说是谁？害我很紧张，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社区现在会消毒，然后会很常打扫，很常打扫。他就是一个礼拜有一两天都在消毒，吓死我了！他说什么声音？有地震吗？不是吧？然后老板说他那个很坚固，就拿一只出去这样。麦当劳欢乐颂。哎，你自己一个人在家怎么会唱？吓死！然后这是项链，这个项链我蛮常戴的，这也是很久以前姐姐的，姐姐不戴就变成我的，哈哈。很认真是对啊，而且我们社区一进门口有那个叫什么温度温的，你只要靠近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进去了，超级严谨，很棒。等刚刚也是以为可以派上用场了，要打架的时候还要把那灯打开，粉红色再闪这样，还拿两次这样。因为只是打扫，但发现不是。然后这是，好像是小迪送我的生日礼物，是花的，很好看。这个耳环，但因为找不到衣服配，就一直都没有戴，好可惜。盒子分装，有一些是盒子，有些是用袋装。啊，这是我很喜欢那个思考很久的耳环，超亮，真的是我收藏。市集真的是很残忍，这个也是。刚开始都不是自己买，
现在这才是自己买。刚同一家，超漂亮的。那就是不会天天戴，就是需要的时候才戴。但他们都，你们的贵是多少的价，多少钱的价格？如果它可以放很久的话，那它就是有它存在的价值。这个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贵。你们的贵是多少钱？请问你们的贵是多少钱？先问一下，我等一下再讲价格。500，你说300块。送你的就不贵，谢谢。饰品，第一饰品为什么要买比较好一点的材质？是看你容不容易过敏。那我的话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过敏，对，所以我的饰品我一定会买比较好的材质，可能是纯银啊，925纯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些东西是我会不会用到，我饰品的话我出去什么搭配什么的我一定会用到，所以就是会，对，会买。然后这个的话蛮有点假的，它是1500吧，它是古着的，就是在翻新的一个纽扣，好，然后它上面的水晶是有在重镶过，防丢是没有，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已经弄丢了很多比较贵一点的，所以我就以后工作的话我就不带比较贵的饰品了，太伤了，你知道吗？只要工作比较长的我都不带很贵的饰品，我的心脏真的是没办法再承受弄丢。活动结束就很开心，耶耶耶！然后突然发现耳环不见了，然后就，谢谢欢迎的送的终极钥匙。对啊，乐极生悲，以后就不买那个。就是不带这么贵出去，不带便宜。就是现在是分享，就是我的，就是刚这两个是自己买的，然后上面那些不是，上面这个戒指是，这个戒指比较便宜，所以它不能碰太多次水，你知道吗？戒指的话就不用选纯银，但耳环的话需要，跟项链会需要。这些是别人送的，很多都是别人送的。因为我生日，然后我爸妈就会送，然后我姐姐也会送。这是手链，但它很大，所以很少戴。因为我们家很重视生日，他们都会希望可以就是送比较好一点质感的东西，然后说什么就是可以比较有。女生嘛，总是要一两个饰品这样，但已经发现也不止一两个。这是上次那个人家给的工，就是商品，很好看，但发现找不到时间戴。然后另外一个我拿去修，这是什么？这是项链，是那个黑色天鹅的项链，就是姐姐送了去年的生日。这是这是手链，这是妈妈去国外买的，不是靠我爸妈养。我这边还有一只手表，都是爸爸妈妈送的，妈宝跟爸宝。
所有东西几乎不怎么花钱，因为都是爸爸妈妈买，所以我养得起自己了，就是比较有收藏价值饰品，找幸福的孩子。所以幸福的孩子自己出去工作的时候变得很辛苦，就说这个要节省一点这样。然后这边就是比较没有这么贵重的，没有这么贵重的类型。这条项链，这条项链很个性，我觉得很帅，就是这样扣子，都有不同长度。我买中的，感觉搭配用得到。然后这是昨天戴的耳环，这个也很蛮便宜的，然后才两三百块，因为很便宜，所以又买了这一款。我要买了三款，不知道去哪。啊，第一啊，这边，这个，你不是要把这个纸拆下来？不要拆，我这个纸被拆下来，可以。他们很便宜，但他们是纯银的，开心，买到便宜东西就是开心。我觉得有点饰品开箱，然后这是去年握手会戴的耳环，大花花，我还蛮喜欢比较大的饰品，有点可爱。小扣子，你的车也太大声了吧！我的扣子们都会放在这个里面。如果买衣服什么的，它会有给你扣，就可能你扣子掉了可以用，你就装在这个里面。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了，都是进 TP 的第一年吗？然后跟肉肉去逛。就地下街的市，就是市集的时候 K 区那边吧，然后都会有一些小市集，然后就看到这个也是很久以前，还是球球，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就一直留着，因为爱心的家长。那这个是我超喜欢的，就是很久以前宫崎骏，他有点泛黄，没办法，还太年代，是我大学的时候，宫崎骏那时候有办就是展览，然后他的周边，他是一个琪琪的那个。宫崎骏宅急便的发饰，但因为它很重，然后绑起来很难绑得很紧，所以就很少戴，所以放着它就泛黄，看起来更有年代吧。现在就想说到什么，不知道，饰品，我随便讲讲。都喜欢啊，只要你们送我的东西都喜欢，我都收得很好。我都拿回家，然后妈妈都会放在一个大大的盒子里面，有时候我就会打开。哦，是品涵，它也品涵。我给你蛮多，就是小饰品。饰品好像还没给。饰品，卫生关系不会给，但香水有给。这也超好看的。这也很便宜。做了很多浮夸的啊，这个猫咪我超喜欢。这样吧，猫咪浅粉大粉粉，如果对焦吗？是没对焦。这样，这两个是同一家买的，对吧？这就蛮不错，但这个有点重，就是那个白色那有点重，所以很少带出门。哈哈。然后就是一些别针之类的，那时候去补试，掉了，补拙试，剪刀了。看起来他成人直播吗？很少，必须得承认很少。有很多很久以前的事，
啊，这是法法很久以前送我的生日礼物，大前年，就是在宿舍住的第一个礼拜，也不第一个，第一年，对，第一年过生日，他送我，一直留着，很有法法会送我东西的感觉吧。别针通常会用在哪里？裤子比较松，衣服想要固定的时候。要法法的风格，一直留着，也没有戴过。然后就是耳环，因为它是夹式的，所以一直都没有戴。那些项链啊，小项链。是日本买的，但是它有个地方掉了，所以我会再想办法修它，但是没有钱，有点懒。我不喜欢夹的耳环，因为我都有耳洞，所以夹的耳环有时候更让我不安。那是什么吗？这是我那个耳机的另外一边，我一直留着。不知道为什么，纪念版。然后小戒指，我也蛮多小戒指。对啊，这真的很容易不见的，好烦。我已经弄丢两副，两副这个牌子的。不是故意的，但他们就这样离开我了，你知道吗？我也不想。那些便宜的小戒指，还有去市集买的小吊坠，就是项链，而且很便宜哦，一个好像才50块吧，50块。可爱的项链，可爱吧？不知道打耳洞吗？有。那这是手链，就是有点墨绿色。它是好像是妈妈那时候买的是玉吧，但是它没有袋子装，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决定现在用袋子把它装起来，以表示它的珍贵。姐姐给我的时候只给我这一条，不知道为什么。你给我袋装，50块，对啊，很便宜吧？跟你讲，市集真的是很棒的地方，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很便宜的饰品。然后我说老板人很好，说啊，那算便宜一点啦、啊，这样我就嘻嘻，遇到好人了。真的很喜欢那种很便宜的。那是为什么是喜欢市集，就去市集晃晃的原因啦。受不了，市集什么的最棒了。市集要看你、欸，并不是每一间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因为其实市集的话，它有你要看它卖的品项，对，有些纯银的东西。会很贵，有些纯银的东西就很便宜，你要去每一家看看价格，然后再下手。我就是先远观，然后慢慢下手，就哎这家不错哦，可以入手哦，买了这样，我就是这样。那是昨天的项链，还有上次的项链。还有那个戒指，这三个是新的，其他都是。然后是红玛瑙的小手链，真的超小的，因为我的手围很小。然后老板帮我改的时候说：“你真的要这么小吗？”我说：“对，我就是要这么小。”是吗？我还好哎，因为我喜欢，我有时候真的要买的话，我也只会买两个，就是我不会买到很夸张，就是哦这一家，然后买到爆的。手链。
真的喜欢这种水晶的手链，红玛瑙，然后就是草莓晶。戒指拔掉，那叫戴你戒指。手围是多少？好像才13吗？还是几啊？而且我两个，我们这边没有皮尺，所以我不知道。十一脚链吗？十一的脚链，我对你的眷恋，到现在还舍不得拆卸。可是我送的纪念是我们俩的秘密挂链。讲吗？记不起来歌词。都戴过吗？对，都戴过。那些都算是我很常戴，就是我会换，就是。自从我很喜欢那条白水晶断掉之后，我就会开始换，就是我可能戴一下红玛瑙，然后我可能戴一下草莓晶，然后再戴一下这条。大正七七五本二分享直播间，视频蛮多的。但这些小饰品加起来价格可能还不到妈妈送给我这些，我倾家荡产也买不起。有妈的孩子像个妈，就是这个道理。但我自己真的是，可能我从小我爸妈就是有教我说，你一定要打扮自己。然后进入这个演艺，就是进入演艺圈之后，发现打扮很重要，所以就渐渐的这种饰品越来越多。像我姐都不用买饰品了，就是要出门的时候进我房间讲，今天要用哪一个好呢？要哪一个？你有没有戒指可以借我？这样，就这样。那你哪件衣服可以借我穿？你要哪种风格？那样子，你要哪种风格？你要去哪？你要干嘛？你要唱歌哦。唱歌吗？视频带少一点，然后怕你回来可能已经不见了。包包带小包包就好了，不要带钱包，你要不见怎么办？衣服呢？你就穿那种比较宽松、比较舒服。你不是喜欢是唱歌的时候很嗨吗？你就穿那件衬衫啊，然后再配一件那个短裤，然后或者短裙也可以，你就里面有那个安全裤就可以。那你拿那件，那件蛮舒服。我就这样。那你的头发呢？我建议绑马尾，这样比较活泼，比较好看。应该是这样感觉。我已经不是化妆师，我是造型师兼化妆师。有时候出门呢，就是那个比较有需要跟长官干嘛，就是可能要一起开会，我都会跟他说你要穿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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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大方也不行吧？没有，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一直，东西都是共用，就是类似共用，就是因为我的跟他体型差不多，他只是比我高了2-3公分这样。我姐很高，什么167、168，但我们其实没有差很多，所以我们衣服都共穿，然后化妆品什么的也是就是互相就是都可以用。我是造型总监。我姐很高，所以她不太穿高跟鞋，因为她男朋友不高。她说这是我给我男朋友的尊重，那我这样子好。因为我妈也是，我妈也很高，我妈也是167、168，我是我家最矮的，都是我家最矮的。那因为我爸好像175左右。我妈也不太穿高跟鞋，她高跟鞋也只有大概3公分，她跟我说那是高跟鞋，我不懂，我以为5公分才叫高跟鞋，然后我就一堆超高跟鞋，什么7公分啊、5公分啊、8公分这样，然后靴子那加起来更高。
对，我妈很高，我爸其实算还蛮，就是普遍来讲，蛮常看到的男性身高，不算特别高，也不到特别矮，就中间这样，大概中间的应该吧。然后我姐她男朋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高度，所以他们就是我姐跟我妈他们都不穿高跟鞋。然后出去的时候我就穿高跟鞋这样。Hello， 我最高。你就可以这样直视我爸。爸爸。我没有在管，你知道吗？我就是想穿啊。就是想穿，不是我打扮是为了自己，我不是为了别人，好不好？我觉得打扮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自己开心很重要。对，像你的外表就是的东西，你自己要先看得舒服啊，你自己喜欢最重要，就是也是你自信来源。就我很喜欢打扮，所以这东西就是。我一整天的开心，看到镜子就觉得，哦，你今天穿的真好看，漂亮哦，这样我就很开心。在平安面穿高跟鞋，你知道每次我们脱高跟鞋的时候，我们在下楼梯喽，屋后跟夕阳鞋不是很高吗？超高。我们的单曲的鞋子都不会低于六七公分。对，一定应该说，一定都是五公分以上。像第一张单曲的那一个，好像应该有七八公分吧。第二张矮一点 ，TTP 大概五六公分差不多。然后屋后更高，因为前面有防水台，所以好像有到八公分左右，至少八公分，至少、哦，我没有仔细去量过。夕阳那个细跟的那个也超高，因为它前面也有防水台。喜欢穿高跟鞋吗？有时候喜欢，对，就是看要干嘛吧。活动啊什么的时候，你穿高跟鞋的话，反而可以让你的腿看起来更长，比例更好，那就是会有让我加分，那我就喜欢。那平常出去的话，比较少穿高跟鞋，除非是我今天就是我要美美的、漂漂亮亮。然后我就是想要去下午茶店，然后让大家都觉得我真的超美，然后是个独立的女性，然后拿一杯咖啡，点一杯咖啡，点一个蛋糕，然后在那边看书，然后超漂亮，然后这样翘着脚坐着，然后这样看书，展现我的知性美，浪漫的人生。还会发现喜欢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就是不同的作品给大家，就呈现给大家，所以不用急。夕阳是红白拖，是不是拿来很画面？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因为我很享受在路上走路，然后把这条路、这个马路当我的伸展台那种感觉，然后按着耳机，然后走在那个节拍上，这样。这种感觉我就是很喜欢 ，very 喜欢。对，这条街我是最亮的那个仔，那个猪仔。对，我就是这样，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那种欧美电影，然后那种人家说那种白富美，那种金发美，他们不是都是这样吗？然后我就很喜欢那种电影情节，所以我有时候就幻想自己是那个主角，然后在路上走，不是主角是主角。对，整条路都是我的，此路为我开，此树为我栽。谢谢杨琼送的盛典红毯，谢，那个车不错。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子在生活的。真的，人家说为什么你那么有自信？这样自信就是靠想象。啊，谢谢龚大送的陪你看烟火。真的就是这样啊 ！Hello， 飞高高 ，Hello 安。走路会看路啊，反正这就是我的
有时候我然后觉得啊，你怎么那么自信的原因，因为我就想象着、他看我一定是觉得我长得很好看。他看我是皱眉头的话，我就想说我脸上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我就拿镜子起来样。没有，应该不是，应该是我长得很好看。不是，我真的应该说你生活就是要帮自己找乐趣，如果你喜欢别人看我是不是我长得很丑，你太多这种想法的话，你就会让自己的心里觉得我就是长得不好看，如果别人看你就觉得你是我长得太好看，一直看我会变成这样。不然现在自从进了TP 之后，觉得他看我是他是不是粉丝，他是不是粉丝，看一下这个人的长相，好像没什么印象哦，这样会变成这样，现在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大家在路上看到我，你要跟我打招呼啊。别闹！就想说啊，回去又要收到小盒子，说玉清我在哪里看到你？想说你拜托你跟我打招呼吧，不要让我这么纠结思考这么久啊！我看到那个库洛姆巴士的悠悠卡了，太可爱了吧！这一定会被抢购的。完了完了，又买了个。好可爱耶，真是每个都想收集。打开 IG 看到这也太可爱了吧。啊，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是 iCash， 是 iCash， 不是油卡，那是 iCash 跟我油卡，我不知道。好可爱哦。我刚好打开 IG 看到那个广告，好可爱。有时候被一直盯，然后一直看，然后他到底是不是粉丝、啊？而且大家要戴口罩，就觉得到底是不是？一直看我，但我饭要不要吃？是吗？我不知道。你可能真是太好认了。Hello 包子，今天好香哦！我原本想说今天跟大家一起玩那个什么心理测验，就是动物跟就是过沙漠的心理测验，下次玩吧，留一点话题直播用。我是用悠游卡，然后现在都用手机付款，真的用手机付跟刷载具我全部都用这样，就是就不用再带钱。不知道，不行不行，这要解释很久。我等一下要先有点急着出门寄东西。我来卸榜。OK， 好，第十名是陈，第九名是博成，谢谢。第八名是玉安，谢谢。第七名是洛琳，谢谢。第六名是钟莹，谢谢。第五名是龚大，谢谢。第四名是 Kusi， 谢谢。第三名是张拔辣，谢谢。第二名是耳机酱，谢谢。第一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就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视频跟我的房间，就是小小的那个，然后再就是阳台。谢谢博成送的守护灵，
那如果喜欢我的话，可以搜寻 AKB48 的 TeamPP， 然后暗色管理都要来一下，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Facebook、IG， 还有 YouTube 频道。YouTube 频道呢有我们的各个单曲的 MV， 然后以及一些特别企划，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网看，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就是帮我们分享，在下面留言、按赞都可以，让更多朋友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知名度推广出去。那这边是我的 IG， 因为我这边好像可以，常常可以自己移动，所以在那边我放在上面是 YU7.714，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然后我会日更，最近有增加了画画的兴趣，对，所以会尽量多做一点不同的尝试。那再来的话呢，最近有什么活动吗？好像没有。哎，最近有活动吗？那没有，好失落。突然觉得好像少了什么。那如果想我的话，都可以在 Long Live 上看到我。然后每周我都会开直播，每周都会开两次，通常都在中午。那每个月都会开一次在晚上，都开一次在晚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Long Live。那我们就下次见喽。今天晚上有我的电台，大家只要搜寻调频收听的话，是搜寻 FM96.9 轻松电台 Chillax Radio 就可以找到了哟。然后在6点的时候播出。那如果没办法调频听的朋友的话，可以下载 Hi Channel App， 只要搜寻轻松电台一样都可以听到。那我的电台节目是台日哈什么，爸爸，台日哈什么哈？对。然后今天也是新的内容，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喜欢。那就这样喽。